最近呢，在网络上面非常热的一个视频就是广西科姆山啊。最近在一些视频平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些外国友人在滑冰的比赛里面也自发了跳起了这个科姆山，可以看得到我们广西的文化呢，真正在这次里面做到了海外的文化输出，经典的文化输出。可以说这次广西科姆山玩出了新的高度。除了短视频平台呢，我们也可以针对海外的视频平台比如说有博主呢做螺蛳粉的视频收获了6亿的点击量最近这个小沙糖橘也是火遍了南北。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其实广西的文化本来就自带热梗再次激发了我们广西人民对于本地文化的那种自信每年香港都有很多的国际化的展览IP 展啊、书展啊、影视展啊等等我们也可以更多的让广西的文化参与当中，去向外国友人展示广西的文化品牌作为一个港澳委员呢，我也非常的希望继续的牵绳搭桥能够推动更多的贵港合作讲好我们中国故事，讲好广西故事。谢谢你。